今天我要教大家编织这款非常可爱的玩偶娃娃，布上钩一针引拔。拉紧线头，像这样拉紧就可以了。最后我们将这个线头藏到里面去就可以了。这样一条腿就完成了。两条腿勾好了，我们的一条腿藏好线头，一条腿留一段线头，用于缝合连接两条腿。这里属于大腿的内侧。我们在内侧的位置扣一个记号扣。我们在另一条腿的内侧中间也扣上记号扣。这两个记号扣对应的点就是缝合的位置，我们拿起缝衣针，将缝衣针穿入到记号扣的位置。拿起另外一条腿，再穿入到记号扣对应的位置，将它们缝起来。为了使这个腿固定牢固一点，我们多缝几次。缝合完成之后，我们断线，直接将线头藏到腿里面。这样我们的两条腿就连接完成了。接着我们换与鞋子同色的线勾身体部分，这是正面有个鞋头，我们从背面开始入针。这里我们用到的是圈钩，所以要用引拔，在背面引拔不会影响整个作品的美观性。在左腿黄色记号扣的位置入针，拿起蓝色的线勾一针锁针。并在这个记号扣的位置勾一针短针，
并在这针短针上扣上记号扣。接下来的六个针目上各勾一针短针，我们勾到黄色记号扣前面一针短针上面，右腿的一圈就勾好了。这一圈一共是七针短针。接着我们在绿色记号扣的位置将钩针插入，勾一针短针。在接下来六针短针上各勾一针短针，一直勾到绿色记号扣前面一针的位置。我们取下绿色和黄色的记号扣，这一圈就勾完了。每条腿七针短针，一共十四针。我们在红色记号扣的位置勾一针引拔针，这一圈也就完成了。接下来的第十六圈，我们先勾一针锁针，并且在记号扣的这一针上勾一针短针，并在这针短针上扣上记号扣。接着我们不加不减的勾一圈短针，这一圈我们一共勾了十四针短针。我们在记号扣的位置勾一针引拔针，十六圈也就完成了，一共十四针短针。第十七圈也是不加不减勾这十四针短针，这里先不做演示。第十七圈我们勾完最后一针短针后，在引拔的时候需要换线，
将钩针插入到记号扣所在的针目里面，像这样绕线勾出。拉紧线头和蓝色的这根线，这样换线就完成了。第十八圈换成肤色的线，我们开始剪针。这一圈我们需要剪针，先勾一针锁针作为起立针，并在记号扣的位置勾一针短针。勾的时候可以把蓝色的线和肤色的线包在里面。在第一个短针上扣上记号扣。在接下来的两个针目里各勾一针短针，接着勾一个两针短针并一针。在接下来的四个针目里各勾一针短针。下两个针目勾两针短针并一针。在接下来的三个针目里各勾一针短针。这时候可以剪断开始的线头，在最后的三个针目里各勾一针短针。并在记号扣的位置引拔。拉紧引拔针，这样第十八圈也就完成了。第十八圈一共十二针短针，接着开始勾第十九圈，先勾一针锁针作为起立针，在记号扣所在的位置勾一针短针。并在这针短针上扣上记号扣。这一圈我们是不加不减的，在每一个针目里各勾一针短针。
这一圈一共12针短针，勾完我们在记号扣的位置勾一针引拔针。这样第19圈也就完成了。第20圈，这一圈也要减针，先勾一针锁针作为起立针，然后在记号扣所在的针目里勾一针短针。并在这针短针上扣上记号扣。在接下来的一个针目里勾一针短针。接着在这两个针目里面勾两针短针并一针。然后在接下来的4个针目里各勾一针短针。4针短针勾好后，在接下来的2个针目里勾2针并一针。在接下来的2个针目里各勾一针短针。勾完后在记号扣的位置勾一针引拔针。这样第20圈也就勾完了。这时候我们在玩偶腿部放上这样一个妞妞棒。我们将它2股扭起来。与腿部的长度大致相同。粗一点定型效果会比较好。一边扭，一边与腿部稍做下对比。将这2边依次插入到腿部。这样我们的妞妞棒就放好了。腹部这边一定要多出来一点，因为这边即将连接身体和头部，使玩偶可以站立，更加立体。
最后我们在腹部空的地方可以塞入屁屁棉，这样使这个玩偶更加饱满一些。接下来我们接着勾身体的部分，第21到23圈，我们在每个针目里各勾一针短针。每圈勾10针短针。第21圈，先勾一针锁针作为起立针，接着在记号扣的位置勾一针短针。并且在这针短针上扣上记号扣。在接下来的每个针目上各勾一针短针，接下来的第21到23圈，我们都是在每个针目里各勾一针短针。每圈勾10针短针，下面我就不做演示了。21到23圈勾完之后，我们在刚刚妞妞棒的位置再加一根妞妞棒。连接身体的颈部到头部的这样一个位置。并且在玩偶的体内塞入一些屁屁棉。这一段先暂时不去管它，因为要支撑脖子和头部，所以先保留一下。第24圈开始减针，先勾一针锁针作为起立针。然后在记号扣的位置勾一针短针，并在上面扣上记号扣。